よし。一緒にしろ。しろった。曜日の半。好的，大战三分之二。所战是比例跟他的有很大的瓜多瓜，所以你要注意这比划多概念呢，比划少，给他多一点空间，哦，这样给他少一点空，比较合理。当然，我会想怎么写都会写。张笔画横画很多，但这个张看起来它几乎都在晃动中啊，微微的晃动啊，不用学得非常像啊，因为那晃动是自然的。那如果你要去晃的跟它一样，你就会发现晃的好怪。啊，那个就是笔的脉动，只能让笔去写哦，不能用外力控制啊。张，徐，双人徐，撇的弧度很大，那抬的比较高，两个短竖，重的。徐，上面是赤竹笔，棉质部是赤竹笔，所以不要写太大。待会提还有一个竹笔要拉得很开，这都要事先想好。我刚才说竹笔是这个，拉得很开，它最长，它最长，左右都是长横最长。这边方车。加一点弧度，记。晴，晴，这倒是。好，右边也写的非常的轻，加一点粗细。言情，王，王，这个笔还是比较重，小小，他的日啊，在这一篇里面的日啊，个人都觉得他写的好长啊，理论上应该不可以不用写那么长。我看了好几个字啊，他写的都特别的长，还有他写的够扁了、啊，够窄呀、啊，才不会觉得太怪。小，耐，耐，写的非常挺进。写的非常的扁呐、啊，刀也不能写太长，这里写的很短，因为主要下面还有一个背。粗细，撇长，点饱满，来，